吹走浮尘，不灭的心给我指引。你离我越远，痛离我越近，思念没有声音，却能颠倒乾坤，却能颠倒快点快点，歇会儿，歇会儿歇会儿。是我害了我娘，我再也不能救她出来了，你们走吧，我跟她拼了。沉香，沉香，先躲过这一关再想救你娘的事儿啊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姐说你怕死啊。我不怕，怕有什么用？我救不出我娘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你还有你爹呀、还有你不还娶媳妇儿呢吗？小命丢了，上哪儿娶媳妇去？沉香，你不能死，我舍不得你死。小玉，对不起。你说过要一辈子跟我在一起的，永远不会跑掉的。哎，沉香，你看看你多大人了，这点出息动动就这样。哎呀，八太子，赶快想想办法救救沉香吧，可不能让萧天权把他抓住，他已经够可怜的了，连娘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可是我哪会想办法啊，办法都在他那儿呢。可他现在心情不好，想不出办法了。八太子，你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，快想啊。我试试，我试试、我试试。
沉香，别难过了好不好？我给你唱首歌吧。小的时候我一难过，姥姥就唱歌给我听，我一听就不哭了。我看你们往哪儿跑。哎，等我，等我。哮天犬，过来，你过来呀。哎，停下，他不敢过来。哎，哮天犬，哎，你过来呀，沉香就在这儿呢，抓了他你马上能上天交差了。哎呦喂，你怕什么呀？我求求你了啊，求你了，过来把他抓走吧。哎，你怕什么呀？有什么可怕的啊？过来。给你，沉香，我有点饿了，你饿不饿？你才有点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吾不知道，他肯定不敢动。好香啊！你得吃东西啊，沉香。沉香，你不能不够朋友啊！我为了你也犯下天条。你想，还有小玉，啊，她本来就是妖精，不犯事儿天庭都得抓她。咱们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，哎，你不为自己，也得帮我们摆脱困境吧？你得吃东西，快点。哎，沉香，快吃吧，吃饱了才能想出主意来。我已经黔驴技穷了。想不到你也挺有办法的嘛。他是被沉香的损招吓的，要是没前两次他能上当吗？哎呀，真好吃啊，真香啊。三步，四步，四步半。你看他。还有没有酒啊？你还喝酒啊？喝了可就没法力了。哎呀，酒见火就着，我们喷火烧死他。好样的。过了这关，我请你到东海喝个够。来。哮天犬，你饿了吧？我不饿。他也会说谎啊。哮天犬，要不要尝尝？这鸭子可香了，追了半天你也挺辛苦的，我请你啊。别客气。没事的，没毒的。你玩够了没有？哇哦，我在逗逗他。哎，逗急了，他咬你。我给他，他不敢吃。哎，小玉，来，你给他。好啊。狗狗，来呀、啊！哎，想拿火烧我，没门儿！你烧了他，还赔了个鸭子腿儿。哎，吃！我看你敢吃，吃！哮天犬，那腿里面
没放毒药，你吃吧。他说没放毒药，你也信啊？吃啊，吃吧。我不吃了，我。小月，你们俩咬过的我不吃。哇，好吃啊！我无不之外，快点，快点，小鱼，来呀！来！啊！啊！来！啊！啊！呀！志江！哎！多谢这位兄弟出手相助。兄弟，哼！哎。这不是二郎神的哮天犬吗？你那么怕二郎神啊？怕？我把哮天犬烤了吃狗肉，二郎神都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啊？哎，我说你别吹了，行不行啊？谁相信啊？啊，你们信吗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你没有，我说他怕了吧？难怪我认不出来。哎，我说你别打岔，行不行啊？我说你就不敢把它烤了吃，我这两天狗肉吃多了，上火。喂，我知道有一个狗肉的最好吃法，你想不想试试？绝对不上火。什么吃法？生烤加红焖。哇，跑了！谁说我不敢吃？现在我就吃了，给你们看看。哎，他走了。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没事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走。藏得住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说哮天犬没那么容易被人烤来吃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哼，是吗？哮天犬也没那么容易就随便咬人啊。通常被哮天犬追的，不是些触犯天条的神仙，就是些作恶多端的妖魔。老实说了吧，你们是哪路的？像我们三个这样威猛道行的人，算得了什么？就算想犯天条，又能犯得懂什么天条啊？哼，你们两个虽然道行不深，但他就难说了。哮天犬是二郎神的助手，二郎神是三圣母的哥哥，三圣母是宝莲灯的主人，而宝莲灯现在你手上。哼哼，你们不说实话，我就拿了你去见二郎神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哎，沉香，沉香，八太子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。小玉，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，你忘了我吧。你现在才是骗我的，我不能让你跑掉。你要抓就抓我吧，我替他死。八太子，我求你一件事，我走之后你帮我好好照顾小玉，她太单纯了，很容易被人欺负啊。可是沉香，我你如果是我的朋友，就永远别让她受人欺负。沉香，不行不行，沉香，这担子太重了，我挑不起来，还是你自己来吧。我替他。别讲别讲，他是主犯，你们两个是帮凶，谁也跑不了。玉帝要处死的人是我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放了他们，我就跟你上天；
否则的话我就死在这里。信差，让你们谁也立不了功。沉香，沉香，你到底是谁啊？要说二郎神要处死你我还相信，因为你偷了人家东西嘛。玉帝下旨抓你上天，我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大来头。那我说了，你能放他们走吗？不放。那我现在就自杀。他，我怕了你了，你说了我就放了他们两个人。我就是三圣母和刘彦昌的儿子。别胡说八道，冰清玉洁的三圣母怎么会有儿子？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该杀了你。他脑子有点问题，确实在胡说八道。你放了我们吧。要说不是，宝莲灯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莫非三圣母真的动了凡心？好办，我带你到华山印证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走。哇，真快啊！你这滑轮哪儿买的？买？多少钱你也买不起。你是哪吒？算你有点眼力。有。道行还差得远呢。东海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你是东海的？还我三个命来。八太子，我年轻的时候的确和东海有点过节，不过那也不能全怪我。再说我已经自杀谢罪了，连你爹都不跟我计较这些往事了。你倒还记得，真难为你了。哼，这件事儿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小子，现在是你犯在我的手上，到底谁不跟谁算账了？你呀，八太子，咱们先到华山再说吧。看你这意思，倒是比我更想去华山。不行，不去了啊！直接去二郎神的真君神殿。啊！哪吒大哥，你就带我去一趟华山吧。只要我能见我娘一面，我死也甘心了。难道你真的是三圣母的儿子？嗯，我已经落在你手上了，我也跑不掉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？以我们李阳两家的交情，我不能不帮你。可是你又是玉帝下旨要拿的钦犯，要我帮你也可以。你们三个必须发誓，无论你们三个将来下场如何，都不许告诉别人我知道这件事儿。好，我发誓。我也发誓。你们两个我不担心，就是这个东海的八太子嘛。哼哼，他巴不得抓住我一个把柄，这回可算让你碰上了。哼，就算我找你报仇，也绝不会用这种卑鄙的手段。我发誓，绝不告诉任何人你知道这件事情。好样的。华山被糟蹋成这个样子，哎，梅山兄弟和我也是熟人，撞见了不方便，你们还是自己找吧，我在暗中帮助你们。可是华山这么大，你让我们上哪儿去找啊？是你们说三圣母在华山的，她到底在不在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自己找，我一定能找到我娘。记着一定不要喊，你一喊梅山兄弟就听到了。还有要尽快，哮天犬一定回去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二郎神，他们很快就能找到这里来，到时候我就不方便管了。走。
嗯，走。那边儿，往前走，这边吧。哎呀，如果这么找啊，只怕二郎神来了华山，我们也未必找得到啊。不会是二郎神已经来了吧？何方妖怪啊？你们是何方妖怪啊？我们不是妖怪，我是专门捉妖怪的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走啊！他连剑都拔不出来，这怎么抓妖怪啊？哎呀，你看人家说风就来风，说停就能停，你行吗你？不过他看上去不像二郎神的人，我们去问问吧，兴许他知道我娘的下落。哎，那走走。哎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神灵保佑，祖尊都跪下了，吓死我了！喂！喂！哎呀！这位大哥真是法力无边，不知如何称呼。我乃……哎，你问我是谁？你问我事情总得先告诉我你们是谁呀？哦，在下刘春香，这位是东海八太子敖春，这位是万枯山小玉姑娘。嗯，失敬。哎，我呢，我就是玉皇大帝之外甥女，三圣母之弟子丁公子是也。你是谁的徒弟？怕了吧？啊，站稳了！玉皇大帝的外甥女三圣母，我娘，你师父他现在在哪里？关你们什么事啊？哎，喂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位就是玉皇大帝之外甥女三圣母之子刘沉香师爷。你快说，我娘她在哪里？三圣母有儿子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真的是我娘的儿子，这点，我信呢。求求你，快告诉我他在哪儿。你朝那个方向走，然后一直走就对了。你带我去。啊？哎呦，我的脚疼啊！哎呀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驾云带着你去啊。啊？哎呦，你们饶了我吧，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三圣母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别跑啊。算了，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他就是一个骗子。啊，真的没脸见人了。我怕什么？反正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嘛。我要暗中的跟着他们，说不定还能见到三师母这样的大人物呢。呆，哪里来的？哦，我们是外地来圣母庙进香的。圣母庙早就不在了，这里是华山禁地，外人不得擅闯，快离开吧。这一定是看守我娘的天神，我们假装离开这里，等他走了你跟上去，看看我娘究竟被囚禁在哪里。好，这位大哥，我们这就走，请问哪条路可以下山？一直走下去就是了。多谢大哥。谢谢您。走。这位大哥，我们已经要下山了，你为什么还跟着我们？哼，我要亲眼看着你们离开华山。走。怎么？哎呦，我的屁股！哎呦，又是你！
我，我乃终南山炼气士玄门真人座下弟子丁公子是也。哼，装神弄鬼。烽火雷电！他被定住了。这个，这就叫做定身法，厉害吧？我知道呢，前面有个藏宝洞，不过门口有神仙看守，不知道三师母会不会在那边啊？那快带我们去！来吧，快走。哎呀，不对呀，我记得就是这里啊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哎，你快想啊，再找不到哮天犬和二郎神可就该追上来了。二郎神，娘，我是沉香，你在哪里啊？沉香，三太子说不能喊啊。娘，我是沉香。沉香，娘，你别喊了，你在哪里？娘，沉香，你别喊了，你在哪里？娘，你在哪里？真相。嘿，真相，真相，是真相的声音。康大哥，真相来了。麻烦你把他带进来。不行，你现在魂魄刚聚在一起，再受到影响，冲破了元神，那我就无能为力了。康大哥，求求你，如果我的亲人都失去了，就算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，也许这会是我们母子最后一次相见，求你了。这条路啊，走，走啊！哎，等等我，没有你们这样的，这么够意思啊！就是这边了。哎，危险！哎，沉香，沉香，你，对吧？沉香，我帮你进去。啊！还是不行啊。沉香，我也来帮你。好。沉香，再来。怎么办？还是看我的吗？走。
你们看，那边有道门，走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丞相，快躲开！哎，丞相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把门抬起来吧。好，把门抬起来，快！抬不起来怎么办？丞相，你先去找你娘，就交给我们了。快走，快走啊！好。对呀。快点，来抬起来。呀！娘，娘，娘。娘，娘，娘，你在哪里？娘，舅舅，我本来以为这个机关用不上了，却没想到你的运气还真不错。舅舅，舅舅，我都已经到这里了，你就让我见娘一面吧，只见一面，你就带我走，行吗？舅舅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？并不是我无情，而是我无能为力。天地无极，万里追逐。他已经到了华山，走。你看到的只是我留在这里的一口气。一口气？你是说你其实就是一口气？准确地说，我在这里留下了三口气，每一口气就是一道关，如果你能闯过这三关，就能见到你娘。那要是我冲不过去呢？哼，你要是冲不过去，就会葬身在这机关中。哎，喂，喂，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你的关在哪儿？丞相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看到那个门了吗？将门上的铁环往左转三圈，你就能捡一条命。不让我见娘，我就不出去。那就等死吧。
你过了，我本想把你吓出去，没想到你没有抓住机会逃走，却把勇气激发出来了。勇气？其实不管多么可怕的敌人，只要你有勇气面对他，就有战胜他的机会。不过接下来就算你有勇气也没用，我也不会再给你后路了。我不用后路。杨戬，杨戬，你出来。放你出去！不，我不出去！你不让我见我娘，我死都不出去！这个网能缩到枣核那么大，你想想到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？好，好，我求你，我求你让我见我娘一面！不行，你得求我放你出去，求不求？不让我见我娘，我死都不求你！啊！再不求饶，你会死得很难看。再难看，还能比你难看吗？就你目前的处境来看，就算你有勇气面对死亡，也无法战胜他。相反，你求饶倒可以留一条小命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求不求饶？不。好，你的机会已经用完了，慢慢享受死亡的快乐吧。没死啊，这一关是怎么过的呀？你在阎王殿都会求饶，为什么今天不求饶？那如果我刚才真的求饶了呢？那张网就真的会缩成枣核那么大，只有有骨气的血才能融掉那张网。骨气？我原本以为一个在阎王殿里被吓得尿裤裆，在刘家村外吓得流眼泪的孩子是不会有什么骨气的，没想到在你身上竟然有这口气。你们想到的还多着呢。那就来闯第三关吧。哎哎，哇，好热呀！这是铁匠的炉子吗？啊啊啊啊啊啊！陈
香，只要你活着走出这一关，就能见到你娘。真的？但是你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。啊，放弃什么？我什么都可以放弃。好。我马上就让你去见你娘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他们死。你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，你只能勇往直前地往前走，不管多难，你要一直走下去。走走走走。哎，我好心找你喝酒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去抓沉香。是。现在一个人更危险。四个人在一起一样危险。太好了，这里正好有药，先给丁公子疗伤吧。好。哎，万一哮天犬醒了之后追上来怎么办？